在瓜哥和老鹰正式达成买断回复了安东尼的自由身之后，火箭那边的动静却突然打了起来。本来老鹰白白付给安东尼2000多万工资，还要眼睁睁看着他白菜价加盟火箭，现在听说火箭又看上了老鹰的杯子猫，怎么着，你一个菜没点，我还要搭一个。不过杯子猫的合同也算得上是一家合同，虽然火箭已经心仪杯子猫多年了，但是按照莫雷的经营程度来算，他是不可能做亏本的买卖的。这部安德森的合同还剩下2年，1年2042万美元，1年2126万美元，正好拿去和老鹰做个交易。老鹰是不是全联盟都把我当雷锋了？就算老鹰对安德森不感兴趣，莫雷还是给这位高射炮找到了下家，据称现在火箭正在和热火进行接触，但是问题就在于来历可是神算子，论英明程度和莫雷相比有过之一无不及，按理说不一定会和火箭谈这种看起来不是很划算的买卖。一度着急的火箭甚至还把目标放到了骑士的 JR 身上，希望有三分射手，坏三分射手又要和瓜哥重新联手了。可是阿德森拿出去兜了一圈，火箭还是对老鹰的贝兹莫尔念念不忘。老鹰方面的态度是交易可以，但是让我接手安德森的合同，你必须拿年轻球员和选秀权让我重建。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条件，那就来吧。为了冲冠的火箭会不会就此一搏呢？贝兹猫，我已经对冠军饥渴难耐了。